了。高级吗？我们订高级房啊，还是？先脱个鞋子嘛。哦，又大又有大镜子。很大的镜子。还有窗户。哎呦。这是板桥的夜景，虽然你们应该看不到。哎呀哎呀，我觉得我比较期待的是浴室的窗户。你走窗户？很大一片的窗户。可以出去哦。干，这也太大了吧。这有阳台了吧。应该不是我们阳台，应该是因为我们在边间吧。对啊，它有逃生入口。对啊。出吧。那这个应该是要锁起来的吧？对啊。不过这边是围路，在那边啊。啊？围路。哦，知道旁边没通哦。对啊。哦，酷哎。啊，拜拜。